那你女朋友呢？就跟你说不是了。来，上次看你这样帮她拨头发，还不是？就还不是啊。好啊，她其实很温柔，很体贴，也很了解我。我会随便对其他女生好。我还以为她一样喜欢我，但是谁知道？我喜欢你，许放。陈澈。想起了不再，绿豆是哪里人？绿豆有备而来。